现在我们要来比赛，我们要抽出一个字，全公司大家都要写这个字，然后大家猜。我刚才在摇这个，有摇到我的脸的肉在动，应该松了我的脸的肉。恭喜恭喜，我们要来写吉祥喽！我再抽一张。哎呦，这很难啊！招财进宝，招财进宝。你刚刚那只是好的，就这样吧，还是吉祥吧。不要。博轩写的字大概是什么感觉啊？现在他会写完之后又再补，又再补这样的感觉的。他不是写字，他在画字。叮咚叮咚，画这样。他在画字，因为他是美术。Okay. 反正你发现那个字形啊，要用很多时间写的就是他了。嗯，哎、欸，你笔画错了啦。真的吗？嗯。可是我不告诉你，反正错了就是你的啦。错了就是你的，莫名其妙就一个金言出来这样子。错了就是你。对，没有人这样写的。真的吗？嗯嗯啊，这么少笔画，终于写完了。好了，差不多了，再给我一分钟，比较快，因为他上次写那四个字，他就写了十分钟。哎、欸，哪有人补的？有，没有啦，那叫画字啊，写笔不能补的啊。可以啦，我爸毛笔字写的很漂亮，他也有稍微补一下。书法只能一笔而已，不能补的。那么严格，就像现场演出这样啊，你能补的吗？唱了就唱，他真的很补、欸，他补到，他还把他画圆，画怎么这样？我好了，我先坐到旁边，对，然后可以稍微就是，哇，等一下，鸡怎么写啊？你看是不是？我觉得你的字很好猜。啊！我觉得你字，你的也是 ，OK。Oh my god， 我字写的好肥哦。有你的肥吗？你还把它补强，笨蛋。所以 Michael 字体如果要形容他的话，你要怎么形容？对他刚说字如其人嘛，他的人长什么样子？就跟他是，我觉得我这个好看呢、欸，这会透光，我觉得我这个好看，可以。就跟他的人一樣，我觉得不好看，这是 Pokemon 不行。OK， 哎、欸，你有没有重来？不能重来、啊。这个是 Pokemon， 你可以这样。好 ，Michael 字里面有一只 Pokemon， 你们自己猜。他们也会需要猜，就是哪一个字哦是谁的。如果全部猜中的话，就会得到我们的感谢与祝福。感谢，所以烂死了，所以也不需要写得很漂亮，对。你可以刻意写的跟上一个不同，可以是可以的。竖琴这字也是 Pokemon， 你看。来来，我先在旁边讲解一下这个盛明哥的字哦，是怎么样的概念跟感觉？天哪，从来没有看过人写那么好的。天哪，妙手生辉啊！生，生，哎，妙手，活灵活现。我姓孔，我姓林。冷不防的讲一句冷笑话，双关。柏林博我觉得我的大家猜不到。真的吗？真的，因为我有写不一样感。写完了吗？对不对？觉得我是吉祥三宝，吉祥三宝。呜、哦，好。要随便写的。不能随便写的，要用心的随便写。怎么了？就是非常随便的意思。是忘记吉怎么写，对不对？对。我形容一下。你拆就拆到这些。对。工整。很工整，里面还可以放一个东西。对。你的肚子入进了，不要肚子放进来好不好？惨了吗？很好。OK 吗？嗯，这个很美。哇！被发现了，差一点就在。还好。欢游星汉。咚咚锵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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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咚锵咚锵。因为你是一个跳舞跟手臂节奏。忘记怎么写，对不对？是，真的会忘记。美。美吗？嗯。你哪有人先？等一下，哪有人先这样的？我要拍起来，我要证明你来看。等一下，你那个手还被抓住。他写翔的笔顺，他写翔的笔顺是这样的。我很乱。你不能打扰我哎、欸！我刚刚没有干扰你们。你可以拍起来，可是先不要公布。好烦啊！拍起来先不要公布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拍起来。
对，我 你是先撇一撇，对不对？我的 grooving 都被打断了。我知道，我第一次看那张写字，哎 ，grooving 完全被打断了。其实写东西要有一个流畅度啊，很妙哎。OK， 星汉，你写翔怎么会这么笔顺？可能我平常不一定会这样写，但写毛笔的时候会突然就不知道怎么写，真的，这因为你会想，不知道到底要怎么写，很乱，真的很乱。好，那你继续完成你的笔顺，好怪哦，真的。你看你要怎么写，你怎么可能这样写、啊、？OK 吗？真的、啊，对，好了。奇怪。被讲得好害羞，是不是？对啊，有一种很羞耻的感觉。姿势不一样，生出来就好了。对对，最后结论下来。太好笑了。好，反正我的 ending。所以星汉写的就是笔顺很奇怪的吉祥。